喝的都是水，喝水都会吐啊！你说的对，是没意思。昨天你说了两次，我是没意思。我也觉得。少来！那我昨天为什么说两次？你是富二代，我不开心比你多。有人不开心，说来听听。 妈妈，从小到大，我就见过5次，每次加起来都不超过10句话。那你有可能不是亲生的。啥？哎，我建议你去做个亲子鉴定。真的？亲生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哎，其实连亲子鉴定都不用做了，肯定不是亲生的。那你爸爸肯定不是你爸爸，你奶奶也不是你奶奶。 啊，那你上班赚钱买房子给谁住啊？说不定你是捡来的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认真啊！哎，真话假话你听不出来啊？那万一是真的呢？他真的，他也养你这么多年了呀，神经病啊！他每次哄你都当真。哎，不过。 我还是建议你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比较放心。哎，记不记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电梯间里面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？哪件？我捡了别人的钱，结果别人跳下去了。假的。 12岁那年，我偷了家里2000块钱，一个星期没回家，跑到铁路桥上，我爸爸来找我，结果……那也是假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走到桥上的时候，我都想跳下去。哼，真的。但每次我都忍住了。怎么忍的？把不开心、不痛快的全部喊出来。 喊到桥对面去，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也想喊，别吓着别人。没人啊。喊吧。我不想靠你们，我又不傻，我想你们靠我。 还是不痛快，骗人，喊了也不痛快，那只剩下跳了。哎，你最怕什么？怕死。不说以后。你呢？我现在最怕被开除，2年时间就白费了。我最怕结婚。 我怕还没奋斗，就玩完了。又哄我？谁没事老哄你啊？我说真的呢，我真想跳下去。你这个人没心没肺的，肯定不舍得。我没心没肺。对啊，你想让我知道还有比我更不开心的，这样我就开心了。我懂，老招数没用。 那我跳了，真的，我跳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我真跳了。徐天，徐天。 徐天，你在哪儿啊？
对不起，我就要吓唬吓唬你，然后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